CS2 一个全民测试，玩家流失180,000，威慑麻了。自从9月28日的游戏更新之后，这个全民测试已经进行了1个月，但是这一降本增效的办法，玩家却不增反降。不光超越了18年游戏排位改收费时大量玩家跑路的记录，还将 CS2 送上了威慑口碑最差游戏的宝座。作为一个现阶段全民找 bug 的版本，游戏更新的底层逻辑使得问题层出不穷，玩家很难认可这是一个有着丰富运营经验的团队。不光如此，视频市场作为生态圈重要的一环，也受到了 CS2 糟糕体验的影响。官宣时涨价有多夸张，现在降的就有多离谱。而比赛的正式采用使得电竞圈也迎来了巨大改变，战队各奔东西，面临解散，选手宣布休赛一去不回，这无疑不再提醒玩家这个 CS2 不再是 CSGO 了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是不行。但是当下各方面看起来都写满了浮躁与焦虑，确实问题很大。